你看我是不是被诅咒了？哦，何以见得？最近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噩梦，白天精神状态就会特别不好，黑眼圈也是一天比一天重。在梦里我被一片漆黑笼罩着，四周是温暖的水，伴随着一段忽远忽近的诡异音乐，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下沉，任凭我怎么使劲游也游不上去，反而下沉得越来越快。大师，您说我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？其实以老夫看来，并不是什么邪灵作祟，只是这话不知该怎么说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人有的时候要认命啊。啊，大师，您的意思是？宇宙，如今你的面相已然是死相，你的阳寿到头了，魂魄都飞走了一半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唉，生如何，死又如何，万物轮回，这是天理啊。你在这里死去，定会在另一处重生的，天命不可违。宇宙，你还是要看开啊。胡说，都是胡说，我不会相信的。霍顿，多年不见，你的音乐事业竟然如此成功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嗯，这个音乐好耳熟啊，我好像每天晚上都在听哎。宇宙，你开什么玩笑，这是我新做的曲子，还没发表呢。是啊，这是我老公专门为我们写的呢，霍顿要献给我们即将出生的宝宝，这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胎教音乐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他听呢。大家帮忙想一想，宇宙哥为什么这么害怕呢？把答案写在留言里。听说点赞的观众，家里从来不会闹鬼。